今天是12月2号，农历日子来到10月21，冲煞属马50岁的观众朋友，冲上的方位是南方。今天的吉时在子时跟丑时，适合祭祀，不适合立约。以上农历历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。星际大战7部曲原力觉醒就快要上映了，敢搭这一波星际大战热潮，伦敦的梅杜莎夫人蜡像馆现在也成了星际蜡像馆，电影当中的所有主角人物都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得到。新闻最后就带您到现场先睹为快，我是刘一涵，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早安您好台视新闻。